弟兄姐妹，加拉太书我们去到第三章，亦都是第五讲。我们进入一个阶段呢，就提到成长。这个是一个独特开始一个新的一个篇章一样。其实第一、第二章是一个基础，就是个恩召。但是不是停留在领受耶稣基督叫我们结连呢，就这样停止了。这个都是我们要小心的，特别我们福音派的弟兄姊妹。仿佛我们就停留在二章二十节这一节的金句的里面，就是我们所谓一个基督徒。其实神的恩召都是藉着圣灵，以致在内中继续来到培育我们，建立我们的生命，建立我们成长的日子。所以今日我用的约节是三章三节。他说，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无知的吗？对加拉太教会的弟兄姊妹来说，原来他们都还是陷堕在无知的里面。作为一个基督徒，慢慢在教会成长的日子，有时候是很敏锐于所谓对和错，怎样做得好，但是同时之间就很容易陷堕同人那种的比较，我对你错。甚至今日，哪怕香港这个很纷乱的日子里面，我们都去分哪个啱啲，哪个错，哪个是更加错。仿佛对那个呢，就站在一种强势或者可以指斥对方的情况。其实那里就叫我们陷堕在自义的里面，亦都没能够去体会那种的恩召。在每时每刻我们都需要来到去回应神在中间对我们的呼唤，对我们的指引，对我们的提醒，不是靠我们自己。如果不是，我们就会再次陷堕在律法的咒诅的里面，就是靠我们自己的行为。整个过程都是说是信的，透过凭信因着基督的缘故，我们进入这种属灵的结连的里面。这种结连呢，就从第二章与耶稣基督去到第三章呢，就带出圣灵在里面内住在我们的中间。这种不一样的关系没能够描述，不过你会受感，你会被圣灵去带领，你会更加认识他。在保罗加拉太书的里面，他就带出指向两个不同的路向，一个呢是靠行律法，另外一个靠相信。相信，所以当中就提到以信为本。对保罗来讲，这个追索呢，直至到去到亚伯拉罕里面得称为义那里。其实焦点不是纯粹得称为义而已，不过停在这个站里面呢，他想展现一件事是什么？原来这个以信为本呢，就是跟我们归属紧亚伯拉罕一样，以上帝所看到的，就是整个信心的宗族呢，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是归为一个的本源，就是因信。对犹太人来说，是因为信以致他们能够解开个咒诅。对今日众多领受这个福音
哪怕外邦人是因为基督的代赎承担了在第三章里面去带出那种的咒诅，正如在第二章里面所提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在这里就讲挂在个木头上。故此我们就是这样结连着这一种的关系。这一种的关系呢可以说是跨越世代，跨越宗族，跨越人那一种的软弱，叫我们结连于一。当我们有多了这一种的醒觉的时候，我们就要发现原来在加拉太书这里指向的是万国，这个救恩不是有时候我们很容易错解的，就是这么个人化。你和我原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群体，跨越地域世代。有时候就好似我们去宣教工场，甚至去到一些很偏远的地方，竟然那班仿佛讲不同语言，同你不同文化，不同衣着的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唱诵的歌，当然这个有多谢昔日的宣教士，可以共一的去唱颂赞的诗歌，你才会看到原来所谓的普世的教会其实不是单是跨越地域跨越民族，是历世历代我们归属这一个的身体。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让我们留意保罗在这里强调的是归向是一个的圣灵，以致你和我能够在属灵上更多醒觉，不要再无知受惑。意思是什么？圣灵内住在你其中，要你和我更多要受教于圣灵。原来哪怕当你独处的时候，不是得你自己的，神在其中，甚至比你和我更认识我们自己。每一刻的思绪、意念，这些流转，这位的圣灵都清清楚楚知道。又叫你和我每一个行善的意念，每一个微妙的得着，你的属灵的亮光，其实都是圣灵栽植在你和我的内边，以致叫你和我所谓有能力去服侍、去分享、去见证、去服侍神的家，叫我们不再夸口自己，亦都不再在各样的难处、困迫又或者侍奉的里面依靠我们自己，唯有圣灵更能够叫我们被祂使用。当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又发现原来我们可以跨越时空，与神的家、神的子民，也都与这位永活的上帝呢一起的同工。没错，今天我们的生命还未完全的圣洁，没过犯，但是也正因为这样，原来我们当下就可以蒙恩走去圣殿，既是最亲近神，但是又有赎罪祭在其中，也都不是单是赎罪祭，有燔祭在当中。故此无论罪魁都
都可以在圣殿里面既得到洁净，又可以与神来到亲近。更加催促你和我呢，不要在中间蹉跎拖延，急急脚快快脆，时刻要得到洁净，时刻学习信服。叫你和我就体会主的美善，主啊，你真是好，唯有你的怜恤，唯有你不离不弃。故此无论我们身处在一个什么的光景里面，这位主都乐意继续救拔我们。正如这里所说，是出于应许，是因为信。就让你和我与基督与圣灵彼此结连，不是我们先爱神，是神先爱我们，也要委身，要救拔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世代。